真有这点灵性，归咱清净这尊神，这个是咱净伽缘的底啊。我有这点气，通我的心，走出到现世界，我的灵，这是咱转，安尼咱才会清。我有这条现世本性，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天灵，一条稳定的气，我爱顺家。这么真的心啊，无形伊爱咱老家，这个天啊爱咱归元这么清的心境。今天我只有讲通，我才有现主席这间开你讲的话语，是我用着无形这个气神定着我这点灵性，归元呐，恢复清净。这天，哎，我今嘛都净会到啊！是咱用着青天这条心，恢复到咱的本来。是我爱有这样的温的心，向天呐、啊。来讲到无的清净，这个天理就予咱用。我爱是用，用就是合理。天跟我合作会，真灵是天界，显露是顺心。阿母爱我，现主是灵，顺甲这么精。一定啊！这个天理要咱归正道大道，本来性，真法是天灵源，儒家是心清。阿母啊，爱予咱会晓运用，正当适合，真法。这是天灵源，老灵这是顺性，是咱以这点气通到这么清的本性啊！这个天意爱我顺的精，因为这是阿母啊的心出自今麦当下，这个天理。就一清净的境，我才我都形容现主时的境。这个是我通的灵性，对着我的真心浮出来，这个心境，真灵是天意，老灵是顺心。阿母啊，以后咱这么稳的心，这些嘛，我要有顺甲这么灵的灵魂，真理是明天神，如来出应实现，一点有顺的心，我爱请假，这条灵魂。是归咱的原性，本来面目，现到是灵天来，道灵是原神在，是我用着正法这条灵魂，要归着无这条心，咱知影咱的原是无形体啊，哦，啊拢是对这个中原力有无？为这生出来啊，咱叫做先天一体啊。心灵是天界，心灵是原来，无嘛咧讲原来啊。
是咱有一条敬天的心，咱爱是顺家献的心。我的心一天起，是对我今嘛感觉，回到母啊，也言能，这个量头，咱量就对了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照母啊，一点一滴，安尼顺家讲出来了。真话是咱的心，想出来，这是咱的灵啊。咱有一点先天的本性，再来讲悟出现证，是你有这条先天的性。咱再来讲哦，恢复本性是咱一条清净的气，才带有咱道灵这么稳的心。真法是天灵的心，安定才是老母啊气啊！你有一点清净的顺性。我爱有老母伊的本领啊，这个天意爱互咱静会知，带老母啊一工气一工味，啊，真法是天灵的清净，爱咱专家灵的心啊。今仔日咱人想要起来啊。爬起来，咱大家顶在虚空啊！啊，咱的灵后满是伫虚空遮，啊，这就是神啊！啊，若讲落去水的落去地府有无？啊，都艰苦哩，遐个轮回就对啦，还个底下转啦。真法则是天界，落灵则是顺性啊！即譬如啦，咱做人。会健康走来走去，啊，地府啦，比如讲，咱即下住病院有无？有诶坐轮椅，啊，有诶倒伫咧病床有无？艰苦坐挂起安尼，真话，这是天性，儒家这是顺性，一条现世诶天意，伊要让咱净出原形，咱原来面目。这就是要定咱家己的心呐、啊，这天气，先天呐、啊，伊爱咱定一条，家己这天气的顺头，你不要出来就不要出来，不要去吧就去吧，就是咱呼吸，这个时刻，我常有咧讲，一年多九十六刻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加一刻，哦，这才是咱心理的天性。顺咱有阮的天命，转咱道家的关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心，带有咱甲遮尔阮的灵。现在是天意，我出先天，这是心。你爱有遮尔精。一心，我再来讲顺家安静，我现世界。即马咱要救伊啊，但是你即马家己爱哪哪一条啊？安尼则是你即工去的顺势啊，顺势你着交通啊，你着袂塞的啊，你着袂去耽误着啊。真理是天界。应咱顺道原在啊，咱上界重要就是要复回原本啊。天意是令天来，回出正界心开，是咱心爱生出着欢喜心，这才是咱上重要的啊！莫有忧愁、郁闷、压杂，伫咱个心才个个滚。灵，这是咱的天界呀、啊！应咱顺法，
则是自在，自在就是通啊，无假无杂，无阻无动。现在这条心，从咱汇集吧，这么清，清就是光，光就是让你看会出去，拢明明明，袂敢那模模糊糊。是咱有一点灵气，转着清净，咱的心，只有这个心，你这个气在一个只，也能有精，你才有法度灵气，气你才会当化形，形你才有这个大空间，咱的虚空，真理是灵天来。慧能顺家是心在，一点有法的天。咱来讲顺家这么正的心呐，法慢慢发啦。但是迄个法拢是有形法啦，啊有形法是怎？要敢那一个照镜安尼啦，互咱看啦，真理。一念天性，五在清净，一尊心。无啊，现主时嘛是要咱看，无会当增加咱现世界一通的话啊。啊，这是老母一转的、一变的、一化呀。心灵是天灵啦。原始是现世界，无啊，就是讲你即马，你都要随时有这个观念，有这个定性，有这个根基，你这心嘛，就莫阁走去啊。照无啊，甲恁讲安尼有无？咱落去做，落去做就是落去练啊。啊，练落拄拄啊好有无？啊，咱就叫转去啊。真理是天性，转咱顺家是定性。道家讲叫做采药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只话讲，咱要照顾啊的真气，这个能量啊，来互咱适用安尼啦。真法则是天性，爱咱见了则是天灵，真法。拢是天界，灵源是自在，现到清净是天元神，是咱有稳的灵性。再来讲到无形现的情，这个天意只有讲咱老灵，稳住咱的心性啊，是咱有无啊？的灵气，你再来讲悟出先天的性，是原始这条灵魂，是咱老母这么正的性。现家有稳的天，咱再来讲顺家这么明的性，是咱今晚要明白了解。一清二楚，这个心啊，伊甲咱会相通，啊，这是咱现主时咱会知影的啊。你会当对着这个本有无？这个根，甲咱原来迄、那个本迄、那个源啊，伊是相通的啊，相接的啊。真灵是天灵啦，慧定是正心。在在，今日我做人，导咱这个先天呐、啊，这个道理，这个道法来给我点测啊！啊，我会当用安尼，我即马这个健康有这个体力，啊，我安尼来做，啊，慢慢有无？再入境啊，入这个境啊，啊，境是画出来啊。真灵是天界啦。
偏但有定是自在，观世音嘛，也就是观自在啊。你才法度做正法明，如来佛祖是聆听聆心，专然符合先天灵。这是每一条灵，包括七，包括蚊虫，伊嘛是一条生灵，哦，伊嘛是一条灵魂，这是无觉灵的嘛。啊，咱今日是要靠着咱即卖讲的啊，佛是觉者嘛。哦，所有这做啊，拢是觉悟，都等来咱的如来性嘛。今日咱们是靠这感觉，咱才有这个气场嘛，咱才有法度应合啊，这个无形的主宰啊。修咱的本性啊，要定条条啊！安怎讲？咱今个起因，这个缘啊，阿末这个果无难消啦。真理是从天来，会着正法心会知。无啊，伊咧讲的话是逐句逐字拢正确起来。安尼嘛会用咧，安尼嘛会用咧咧。啊，这就是爱学啊，这就是爱修啊。哦，对你平常时诶，你讲较粗鲁诶，会伤人诶，是无？爱慢慢啊，甲修哦，圆修哦，直啊，安尼才袂伤人啊。真理是令天明，顺来有法的心。是咱一条，这个母啊，伊个定性先天嘛，咱只有一点嘛。哦，我爱是清净的法啦，啊，这个真法是为遮出来啊，一点点啊出来啊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只要讲微妙啦，微就是细啊。啊，世间咧伊个法甲遮尼大，吼吼，这个。咱讲大三千世界有无？是为一点点啊变出来啊！因为伊若无这个气，咱这大世界都无好去啦，经未了啊！啊，个咪一放一落有无？啊，这也是会大呢。小可地动者都皮皮粗啊，咱人都带袂掉啊！真理是令天的，毁了清净心的灾。无形，伊只有讲度咱的灵魂，照着咱现世界神，归着一工气。无牛啊，伊爱咱真性啊，这大家嘛是知。但是你无这个武器，咱现主持孙魔的能量，先天下来，这资源，都八年用一挂，啊！我即马都六十五岁啊，八百六十四挂都拢用啊，本来白色色拢用到乌麻麻去啊，拢规个本来是阳的啊，咱生出来是阳的啊，啊，拢大家拢白色色啊，啊，八岁，查某的七岁，查甫的八岁哦，都七七八八，啊，我查甫的八百六十四岁，啊，我都无法度去做精啊，那我都去化去，爱练嘛。爱甲无量啊，有无？会相通嘛？啊，你才有这个元气呀，来养咱的神。是咱以正法的天界，但是这用正法去化去入神，神入虚，大家咪要讲。但是我起码就是实际上，我咧讲的话，起码就是现主持咧操作互恁看。阿无收钱变安来，就是今麦我咧讲诶，你这个精会到，精会出来，今麦这就是咱诶觉啊，你诶花者发觉有无？你悟到啊嘛，你醒起来嘛，你今麦有这个精神，有这个兴趣啊嘛，啊咱培养着培养这个兴趣啊，倒转来咱如来不动，迄个是咱真正兴趣啊。
不是讲你爱赚钱，不是讲啊你爱拍麻将，啊是讲啊你爱走出来外口看世界的风景有无？你若钱较少无，天地水有无？你嘛拢逐项拢看较明明啊。是咱用安尼来积累啦，咱的收缩哦，啊收缩就是啥？要增加咱的元气，搁看较宽较远。真靈是天界，善靈是順的開。今天我們就是裡面那個心眼不開，你才無限主席這個情境來說出到你的情這種法門，是我們要開自己的心嘛，這樣我們才能夠像說來做一個整理啊，来个做一个调配、调整，互伊整齐、整合啊！啊，这是在世间呐、啊，咱代志有无？卖误家己，嘛卖误别人啊！啊，你拢做个真正清气想啊，啊，你就放心啊，放心就放下落啊，啊，放下落小众啊，都当来原位啊！你要看，这心嘛是要坐一个位好无？迄才是真正咱的高位啊！咱要放下。啊，你若去有无？较慢去的，啊，若无位有无？是毋是会尴尬？最主要就讲那一席位啦，我让伊位好坐有无？啊，你毋走到甲人参加，你这个会有无？要讲就讲较新鲜的啦。莲花，莲花有无？迄、那个真正宝座啦。啊，宝座是要种啥？蟠桃花啊。咱情人节讲做樱花花啊。来讲做莲花花哦，啊了就讲，咱即马讲做莲花花，而且写是安尼啦。但是，迄就是咧讲咱的心境啦。你爱有安尼这样的清哦，你这个气呀，差不多这条灵，发挥迄个位置就对了。哦，这就是安尼咧讲啦。啊，但是伊咱即马讲用写的，就是咧写讲啊，这个物件代表咱足清气想咧。逐天受到母娘啊，甲咱无益，就讲母娘啊，这个天鹅，这个甘露水，有法度甲咱这条灵，甲咱洗净就对了。安尼咱的心有无？这个妄想，你再嫉妒啊，哦，甚至搁较歹有无？较严重的性有无？较贪较恶的遐，要断掉地根啊！真灵是天意。我来是顺利，做人嘛，就是你要有即马现前，我即马会当讲铺出来头前啦。啊，这才是上自在啊，无比这个较自在。你搁读万卷册就对啦，过来武者的册，迄是标配啊。今仔咱是真正用心咧操练啦，唔是讲心法、心应。这个如来性就对了，真理是令天来，毁了真愿是天界呀。今咱重来，无重外口，啊外口咱嘛要注重。安怎讲？这是修应天的嘛，是对称的嘛。真理是令天来。回咱顺家心会知啊，今咱出家，你的心出家会这个规矩嘛？啊，你唔当出家啊，啊，伊个心佮迄个心佮在家，啊，就去了了啊你。哦，今咱就讲，咱食甚物饭，做甚物工课，你今日坐甚物位，做甚物工课出来啦？心灵。是天灵界，慧灵是元神在。无啊，伊即马就是咧甲咱调整啊，咱即个心啊，你后满要有神的家啊，逐工咧甲咱考试嘛，逐工爱互咱讲嘛，啊，安尼才会当知影甲你的心，你会当净化未？你的心会当转未？不是呢，入神意的嘛。
天道是灵天啦，回咱清净心开。无形就是爱咱今物讲，你当场都爱会开花，你的心啊都爱生出欢喜这个气呀、啊。啊，这就是咱这条灵物哦，阿嬷也清爽啊，咱的心会芬芳啊。啊，无咱今物拜拜咧点香是咧点啥？哦，你那个烧香啊，香有迄个香味啊，哦，有迄个烟呐、啊。啊，神是靠这个气，这个烟哦。那么就讲一柱清香哇，敬达九霄啊。哦，就九霄就九重天呐、啊，上悬这个祭天就对了。真理则是灵气，天道顺家则是心情。咱有无？这条灵性，你才会当接近咱的天神呐、啊。不应该，就是你真正爱清楚。咱今嘛分秒中间，你一定要定一条，对天公，这条神呐、啊，神理则是天性，儒家则是天灵呢。无嘛，无应该嘛，无形无影的物件嘛，无名嘛。啊，这个感情有无？咱只有用上清净的境嘛。啊，你则袂讲乱描述就对了。今日我讲的是实际啊，我的心嘛，就是甲这个天地未发迄个心呐、啊，伫这里讲话。心灵是天性。原来是顺定，这就是咱的美中，咱的源头就对了。莫变那讲，这就咱的中源头了。爱当形容是安尼念念。啊，这个物资源的物件，你都无法度甲讲，啊是安怎来啊？咱只有讲用心境嘛，用咱现主席的专注嘛。你这个力量集中伫遮无？啊，你自然有这个精气，互咱用嘛。主人本来你就无法度去讲伊个来源啦，你要看，伊若要落雨，就风就到啊，乌云就起我啦，自然的物件。啊，你讲人有无？你咱迄阵伫青海的时阵，咱去昆仑山有无？我伫遐探险的时阵有无？爱群规个啊，啊，然后我去带迄个是讲，有迄高射炮啊，啊边啊有大。迄个，咱讲布棚有无？啊，阮就是去暗去伫遐困啊。啊，到时跑出来创啥？你拍迄个云哦开啦。啊，煞袂安尼结结规个有无？啊，就是讲若无雨有无，都爱用安尼拍开，啊，迄个云有无？会再散开就好。真理是明天来，回了清净是观现在。今日要了解，咱这个天理啊。天地间伊自然的物件，伊自然安那生安那亡的物件，啊，这个是咱现主是要进入到，咱要甲画这个景啊，要甲采这个图啊，是咱有稳的灵性，悟出正觉这尊神灵，我爱是灵的清净，啊，这就是咱的源头啊。你这个身躯是带气甲带命的呢，灵伊是带心神嘛，咱的性嘛，所以今日咱拢要去发挥本性嘛，啊，莫别讲我是哦，比如讲我是东方琉璃哦，有师父哦，如来本师有师父了无？你讲咱的本来迄个面貌都丢了，啊，如来都假掉啊，敢若亲像。大家拢是共条心啦，平等的心啦，安尼就无第二个心啊。如来就是归一啦，一合相啊，佛为本来如如不动啊。安尼咱唔知观念拢相共，啊，当然观念若共无，啊，你就无对立吧，啊，你就无法度修正啊。
某一种就是这个意思啦。真灵是天灵开，悟了正理，心会知。咱家己爱家己改家己，因为咱拢有罪嘛，咱拢有个个性嘛。啊，今日咱就是咧讲，这个过失，咱爱亲像颜回安尼嘛。颜回是孔子，一看上中的人嘛，伊跋要给伊嘛，但是颜回无，伊就早死啊，32岁就过身啊。孔子大哭啊！天哪，你要变我的道？我来讲，伊所有的上爱道哦，那遐早就死啊！从颜回伊即个来过世，都无第二界阁犯迄个错啦。咱有无？昨天咱厝内有无？迄、那个师姐啊，伊叫做妙慧有无？嘛是同款咧参过啊，伊再去学迄个名。啊，回就是要倒转去啊，来来去去啊，如来如去啊，是咱爱有这点先天的利益啦。迄就是咱家己爱认罪啊，今仔我嘛是有罪，母娘才慢慢甲我开化，甲我洗我的心，甲我下罪。哇，咱三元三品哦，三观大地哦，讲过再讲哦。天官舒服啦，舒服就咧下罪啊，有无？来到改恶有无？这个意思啊，真灵是天灵界，现咱有定是观心在啊，无爱互咱静会出来，静会出来，你就知厉害啊！今日咱无爱搁害家己啊嘛。当然啦、啊，你若怪害家己，你做模范，啊，就提醒咱周边的人。现代一定天性，我做这点先天性，咱有这条无也应得。今日咱拢是关心关呢，啊，若无咱这身躯就无效啊。啊！咱毋是中，咱连主持这个身躯啊，这身躯是甲阳甲天尊做诶啊，就敢是一个出空诶尔。但是咱即嘛是这个主人咧重要，你这个厝你住搁较水无？你主人若无伫遮经营无？啊，过3-5年，我这间厝都真正讲，严诶地都死，啊严诶会旧去无？会歹去啊？会风化去啊？真理。是咱的灵性，爱咱顺家献一情，咱嘛爱这个身躯。安怎讲？这个身躯是暂时的，暂时咱甲讲招来，啊招来就讲讲，敢若亲像虚空的啦，假的啦。啊，你招这个身躯，啊无我哪会晓讲话？啊，我哪有法度伫遮讲义有无？啊，你就是修正我家己啊，我的缺点我整袂出来无？我会当搁较认真，搁一直静到去外内底有无？啊，我就会当吐这个先天的能量啊，先天的力量啊，先天的话语来甲咱鼓励啊。是咱安定的心，本来是无话嘛。啊，母娘啊，都时阵到啊。啊，无你较早哪捌听母娘啊，安尼咧讲话，母娘伊都落来有无？都一下伊就要走啊。但是母娘啊，伊化哦，咱所谓心灵或先天性哦，伊爱化化这个气，互咱用。所以讲，咱是用母娘啊，伊真气啊，元气啊。啊，你走我都讲圆圆的空气啊，圆圆的空气。真理是灵天来，毁了母这条心。咱所有离袂开到母啊生咱的嘛，当然母啊生咱，伊就要甲咱照顾啊，不要咱惊偏门偏路去啊。真理则是灵气，现来顺家则是心意啊，心意就是要你想圆啊，要你当头视角拢圆润润啊。
你也看，咱这个地理有无？你若对着人个壁刀，还是讲对着路有无？你若无修行诶，你若无经过这个三刀有无？菜刀、剃头刀有无？中婆有无？迄个刀有无？啊，你挡袂掉。所以讲，是咱即马你讲个灵气嘛，咱再来讲顺甲通灵。你若讲咧做彩虹个大刀，你嘛会当讲啊啊，即、啊這个对路枪我会杀咧，别人挡袂掉。啊，除非你讲你修行啦、啊，财神啦、啊，啊神是惊光明大刀，伊哪有咧惊讲啊？即条路你弄我来有无？啊，你若要甲破会杀咧啊？哦，有诶，敢咧像用凉水有无？伫遐洗安尼无？接一个水互伊伫遐滚呐。安尼你歹，你就袂入来。啊，无你就种一寡竹仔有无？竹仔你就是敢咧像讲刀山夹命哦，你来竹仔伊会受着风，伊就甲你会掉去啊。啊，这个破啊，免来破。啊，心你若有安尼做无？这个环境无？你心若安无？啊，你个心境就袂搞怪啊。哎呦，依力输力啦，依这个输力破千斤有无？安尼才能难啦。真灵是天灵来，回了清净现世界。今日是要改咱家己现主事，安那讲，咱的心卖空洞，咱的心嘛卖惊，安那讲，啊受着正统的来甲咱教，甲咱训练，安尼心才静会知啦。你无真正道理。一生哦，人也讲啥哦，啊，你的耳啊，就轻轻啊，有无？啊，无去菜市啊，买进腿，但家的耳啊，敢那刮耳膏呢，安尼有无？啊，你来稳定。咱即马就是母牛咧，敢那夹这个耳口啊，即个进腿真重有无？阿妈你再就轻耳，人也讲啥，啊，你心就噗噗有无？你叮当有无？是元素。这个灵性，爱咱转到清净嘛？咱即马咧讲的上界兴的马祖宝嘛，天上圣庙嘛。即马我就是用千里眼啊，用这个心眼咧看，咧照，安尼咧照这个好物件，啊来只现主持讲出来啊。无你话甲我挂这个真正进退，就是敢那像顺龙你啦。我要听嘛，听这个。轻的甲重的话，好配歹话有无？我要来一只流嘛。安尼才是咱的理，才是咱的修正。现在是灵天性，转眼有定是清天性。是咱原始这个天性，你爱当归元啊！啊，这是咱人上界未啦，莫讲咱人啊。所有的众生啊，这个心灵想要倒转去啦。安怎讲？当然嘛，要甲母牛啊带做伙。啊，莫带做伙，你就袂讲搁一只玲珑鹅，一只流浪啊。天官是灵天性，出家是心安静，究竟你再清楚啦。啊，心若脱不掉无，也是废啊。真法是应如性，我来一点起生，顺了天缘这条灵家，现咱出灵心如明，天有原来正天气，顺了通灵这条心，无在上中这条心，强咱开发先天明，原始不落现世人，转咱一点。灵清，顺来稳定这条心，啊，现咱老家正逆境啊！真理拢是天界，化为清净自在，合咱一条正天心，回来无形正灵性啊！啊，这就是咱神伊咧做沟通，神即马咧甲咱调咱的灵啊！不是敢若讲，咱七五六位、七八位，咱才会灵尔尔。天地灵，伊拢是咧调整啊。安怎讲？
不爱让伊有这个艰苦，不爱让伊野心真大，有无？啊，咱直接带了袂安宁。所以神的力量，你甲看讲，这几句话啊，哪有使有无？作用大咧。迄是讲咱都在世间有无？你都无去看到啊。啊，无你来去看到，你想哦，原来这样样好讲，那这么险险有无？金光闪闪的呢，水气啊呢，万千条啊呢，是咱有这条敬天的地，参咱顺家的心。但是这是吉祥的呀、啊，吼、哦，唔是歹的，迄、那个水气千条啊。安尼咱唔知我都讲这么几年，哦，啊，只嘛这个气，啊，搁这个话有无，拢定恰恰。啊，这就表示讲，咱的心有静到遐。无啊，甲只个众神有无，又咧甲咱印，啊，咱才惊会出来嘛。真灵是天元神，合咱出家则是天灵嘛。咱要爱是这个嘛，这个特格的神嘛。啊，这才是咱真正爱的啊。咱家己有这个底来起立起来，来建立起来。真灵则是天界，现咱顺灵则是心内。本来这个精神都无一个形体，要怎有名？啊，你都有个心内，有无？啊，就咱来讲一寡凡事，你道行也无够无？啊，我着观世音，吼！啊，你着害啊你！那真正内行的有无？啊，你观世音是倒位来？啊，因果有无？啊，你这个源头，恁老爸恁阿公是为倒来有无？啊！你就变下狗啊，无法度去应对啊。最主要神是伫咱的心发射出来啊，自然吐出来物件。你甲讲自然的物件，你就法度应啊。啊，自然的物件，伊就是自然来啊。啊，也无形体，不到名啊。啊，大多就是安尼。你就有够这个本事无？你真正有够这个本领无？你就有迄个机啊。别人安怎问，你就安怎破。哇！啊，你敢有真正有刀？我讲，啊，我唔捌刀的人啊，安尼就好啊。你若讲好，我的刀就是为保留遐来个无？啊，等我甲你问落个地个，都问未煞。是咱一条敬天的心嘛？咱再来讲悟出先天的理嘛？有阵时咧，咱只嘛讲，你出去咧甲人对，这个音波的时阵如何？这个信号的时阵哦，你一定爱听人对方是咧讲啥，你个情会到，你要怎应？啊应爱应到咱上谦虚的，咱人拢讲唔知影，对方一定会甲咱应啦。啊，对方伊若真正会当情感安尼来哦，啊，迄个咱咧对的哦，迄调频哦，对了会真清净安尼就对了。啊，若无哦，你若愈对安尼愈激烈愈无。啊！迄、那个性格臭出来有无？啊，就对待有无？大家有无？会无欢喜啦！啊，你变啊生出欢喜心，啊，快乐型就去啊，就变苦型滴啊，各个扑各个跳啊！真灵则是天地，我来顺家则是心情。今仔日我咧讲的话，伊若无讲西方要对金庙。我嘛唔知影讲啊，这是什么灵？自然来啊，母牛这么多啊。你若讲有雪山、有寒山、有冰山，所有这么多山，包括咱即马台湾都讲有十三庙啊。所以讲是咱爱家己啊，有这点灵气嘛。我三万主、三万主庙嘛，拢在讲啊，啊凤凰庙啊，啊玉山庙啊，啊甲你雪山庙啊，但是。最主要的三花主庙就是讲，咱这个精气神啊，哦，这才是咱家己的根本嘛。迄名字只是代表性嘛，哦。玉山就是咱只咧讲咱只塔壳啊，雪山就是咱闹啊。啊，凤凰就是代表咱的体啊，你爱清气嘛，有无？咱咧讲讲下周年糕无，爱静心啊，你爱清气溜溜安尼就对啊。卖贪就对了，啊，讲话喔，卖乌白转啦，啊，这是我都开门见山啦，
一点有无？啊，就讲真话。哦，拄啊，无论家人，这就真话。啊，这是咱世俗事，常常去拄着的。但是无甲你开破，啊，你就常常咧讲，阮后壁即阵我着防某，啊，防某是生怎咯？你家己爱有迄个标准，爱有迄个清净的心，甲迄个身躯啊，讲话爱会顺，咱大家听，这是防某啊。唔是讲坐伫遐好，阮是村母啊，我知咧有无？心爱咱在沟通啊。你若坐伫遮，你无逐工安尼在对话有无？心伊都讲，咱内行的莫去讲外行话啦。心伊是无法度开口的啊。啊，心若开口，有那食落有无？咱过去咱台北迄个吴师兄有无？文斌啊。你也看伊较早爱舞姬来出去有无？爱食开口壶啉落有无？啊嘛是唱个五音天元顺良心，良元顺歌定天明有无？嘛是安尼念念啊。所以讲舞姬伊一去有无？四处叫伊要唱甲要讲，都感谢有无？阿舅，你这个心有无？阿拄啊好，你这个气上拄啊好，阿你这个力都点到遮，阿你唔知我都讲几波？阿这是上界正常的，你体会有够的，你若无心，甲你开破，阿你来知影讲，什么叫做心？心就是咱的心嘛，你莫叫走去啊！阿心若走去，心就散去啊！啊，散去，免讲你嘛，阁有世间只个意识有无？你记个伫头壳内底，即个记忆卡阁摕来用啊？安尼就表示退步啊！你浪漫啊！你是咱有这点清净的心嘛？咱有诶要进入甲无，即个世界嘛？啊，今日要照着无诶，即个力量嘛？所以讲，你一定爱静有够嘛？无我哪会讲即个有够，静甲会大？啊，这就加讲咧，迄个根本嘛，哦，咱的本末嘛，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气神呢。咱再来讲道化，咱的灵性嘛，咱人莫可怜呐。啊，我修这门就上好个，修这门就上界大，上界自在哇。啊，我着来遮发智能，我专门咧讲治这个功名，咧讲修功名哇。迄卖安尼妄想啦。修是修家己，心哪有讲？啊，我来遮甲你修修诶，你遮强就掂伊啊！啊，干哪安尼就变鬼啊？你都变魔啊？你啊，毋知你讲有无？咱大家咧几多爱我伊来讲，就上惊人胖乎啊！我讲好啊，你喂二十外岁，啊恁这也搁做机，啊你搁加讲这个话，啊你真侪只头壳毋知咧想啥？我就跟你讲啊，福就是讲你有修行的，你道行来到遐，你好我神就跟你打杂。福上惊，咱正念的人上惊军教、警察有无？还是做军的遐大官有无？遐鬼啦，遐拢用袂行，还是用啥？偷食波的人，啊你唔捌道的人，凡夫啦。我就讲，你唔捌道理，安那捌的安尼有无？迄负债入来啦。安怎讲？伊甲你讲，你心就惊吓，心就伫遐慌张啊，有无？心慌慌安尼惊惊有无？爱负，迄个灵就入来啊。是咱这条正天的气啦。今日咧讲的负，就是阴水啊。哦，假设就讲，互你会感觉会去甲咱顺安尼啊。啊！大家嘛来进养火有无？来你挂火就是进养火啊，来补着你即马损失一个有无？这个抵抗力啦，你这个会搞怪这个神经啊，会使你这个脑神困袂去有无？啊，阴气重啊，是咱有这条先天的神，咱才有这样稳的灵气嘛，是咱个人的体会嘛。心啊，咱家己都看无啊！别人的福啊，哪会搁入来到你的心啊？你家看卖啊！咱上界基础，咱一个人要甲心，你家看。有毛来则，咱即马讲皮肤来则幼肉，幼肉了则筋骨，
啊了，在咱今麦咧讲诶，咱诶精髓，精髓，你搁细个，咱即个人，迄个一寸诶阴影咧，叫咱修行，咱所有讲诶，就讲咱诶后颈、后头骨啊，像我较后头骨啊有凸起来，骨落来即爿，咱诶龙骨，龙骨就是敢若亲像讲一个枕头尖尖啊来粗粗有无？哦，敢像一个较细，啊再搁大开。啊，再搁一个安尼，后壁再坐坐，啊，再落来，有无？这个两骨一直贴，一直贴，一直贴，一直来，有无？啊，甲咱这个尻川头，这里有无？咱买水就对了。头一百啊，你若有收钱有无？这个两骨一百啊，迄就是咱的下里柱啦。这个未损无去啦。安尼讲，咱逐工拢咧健身啦。啊，你迄个物件啊，在在有无？啊，你身躯就会停啦。你问？跳过来就好啊！最主要咱是咧修，这个头一目啊，真理则是灵气，爱咱顺着通灵的心啊，是咱爱有这么稳的灵性，转互伊清净嘛。今日这个灵骨这目，若无用无，啊，你就真正这个神啊，气都甲你化掉去啊，咱真正。后边的两棍嘛，我们讲前润有无，后都有无，哦，啊，这后都是伊的顶冠嘛，后边的顶冠嘛，来，他这边的顶冠嘛，迄个力在支撑的嘛。啊，你这个头壳，唔知我到底向来向去有无？唔知唔知当稳重有无？是咱一条敬天的心嘛，今日某年就是咧操咱规身躯嘛，啊，咱规身躯呐，怎会转有无？啊，这外世界就是安尼啊。嘛是同款，甲咱的身躯同款啦，有小有大嘛，周天啦，啊周天就是咱圆嘛，啊圆就是以咱姊妹咧讲的三分七片嘛，对不？咱就讲有月初，有十五，有月底，有无？这个意思嘛。啊，咱就讲是一周天就啥，日月金木水火土嘛。啊，唔是讲有礼拜。拜一、拜二、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、礼拜，搁拜六，都搁一周天，就搁为礼拜开始啊。啊，咱唔使讲，咱人有无？那七七四十九天有无？你的灵，就去归位啊嘛。头一礼拜你唔知讲你已经死啊嘛。你的灵会当出来看你的身躯伫遐嘛？吼，这个意思嘛。你的灵会出来啊，但是你会看你的身躯伫遐。但经过七七四十九天，你的灵就无去啊嘛。啊，就化掉去啊！你要去归位，你就去归位啊！照你的兴趣，照你现实时的福报，啊，你去归位啊！啊，你若较歹的话，直接啊，你就为奈何求过啊！啊，就为第一个有真功王、初功王，就开始这个贵王啊！一礼拜，你第一个就来讲，甲咱即马来讲真功王无？啊，第二礼拜有无？就来甲初功王无？啊，来这说有宋帝王、五官王、阎罗王有无？啊，就是讲，咱讲的就讲，你若甲七七四十九到第七殿啦，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气呀。咱再来讲五真法的心，是咱有这条清净的气。咱再来讲五甲正顺的心嘛。第二最主要，咱的心爱会知。爱在就是平常时，你爱来个菜嘛。最主要拢是咱的心灵嘛，你会感觉，你会做法。今咱有这个先天的质啊，这是咱难得到啊。所以讲，你爱照安尼，搁净化，搁较自在、较自然啊，道本自然啊。所以你了解到。伊是自然出来物件嘛，咱心情学会，咱的习俗学会，咱的基础本来迄个性就出来啊嘛。世间你这个意，哪拢甲卖五几百有无？啊，神你都知啊。啊，你这个心哪里在狂跳？啊，神你都分散，要怎有神好出来讲话？啊，神是哪？至清至明嘛，至刚至大嘛。伊是至极的物件，所以讲神会使当讲真正有嘛，清净性的嘛，
是咱有一点灵感。咱再来讲顺甲正正的天嘛，啊天本来就是无啊，虚空生万有啊，咱所有拢是为虚空生，甲咱正这有形有相的有无？山嘛是虚空，这个能量落来，伊才做一个山。啊，咱讲一只狗遐，嘛是这个虚空生啊。啊，你能量来用掉有无？啊，我嘛是拢搁归混沌啊。哦。啊，我若阁真正，迄个时阵若阁够无？啊，这个山有无？你即个即讲，咱山是定的嘛，或者地嘛？啊，山内底是毋水？哦，啊，水内底是毋火有无？火山有无？伊木有无？啊，你到尾啊，若拢空气也无水有无？啊，过一日都啊，上界遐迄个风若阁转开有无？啊，是毋是？这个山地水拢阁爬起来半空中，啊，伫遐假，咱就囥伫遐算伫遐假。啊，跟过来哦，一万空八百年无，这个开天，啊，你又再慢慢这物件再落落来，一万空八百年，你才有地啊，啊，有这个天地，有这个空气，啊，才有这个细胞啊，才这万物才出来啊，是咱爱有一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，这个通灵的心啊，啊心无，这粒俗米啊，就讲这个细啊米就丢了，这粒米啦。最主要，咱是要爱一个米嘛，爱就是咱的正的人呐、啊。今仔咱咧一个猪嘛，修啊鱼嘛，啊鱼阿母啊，你才是真正好正嘛。啊，今仔咱咧对老母啊，这个真正啊，吼、哦，安尼阿母咱就是真正好正啊，好善呐、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嘛。人是咱的天界，今仔可能咱在我都体会倒转来咱的本来嘛。是咱大家拢有灵嘛？咱有心灵，有觉灵，有咱即马即个灵魂主宰，咱的心王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咱的意，哦，有十个意嘛，目睭、耳啊，啊，这就是咱的六意有无？第六意识有无？啊，来，甲咱即马咧讲的莫那斯有无？啊，来，甲咱阿赖耶识第八意识有无？咱即马就是这个空间啦，第八意识这个空间啦。啊，咱第六意识心性，咱这心性第，咱这意识是振动的啊。咱的心意有无？你即马来到这个第八意识有无？啊，你才会当家己化，你才才静会调啊。这才是咱即马所有讲咱人有无？会当来到这个第八意识啊。你第九意识就如如不动啊，就拢佛啊，就拢仙啊。是咱有这条青天的性啊，咱再来讲悟出正觉这条灵啊，用安尼来积累啦，安尼来照耀无？你慢慢你只头壳你就清楚啦。啊无，所谓不应该无，你的心也抓袂着，啊你就无法度去讲啊。所以讲过去，阮去武当山嘛，迄食的有无？咱咧甲问讲几岁有无？伊讲到。不言受相就对了，修道人伊无爱讲年岁甲相貌啦，修道人去用相名、三衣名扑相是相未准的嘛，所以讲伊无爱去讲修，就是说命啊，几年啊，相伊嘛无爱讲啊，是咱要来讲到这点气嘛，咱再来讲顺家。这个心啊，咱家己修，咱心就清啊。啊，你若搁去抽签卜卦是要做啥？从看面相是要做啥？从摸骨是要做啥？咱的骨都要进入到现主时啊，咱爱换骨啦，有这个骨气嘛，有这个身体嘛。最主要就是咱家己爱清楚嘛，家己这个心爱调一调嘛，要做啥精进？精进，你走我到禅定嘛？禅定，你走我到进入到不坐嘛？啊，这是上界正常的功课啊！你上界来到不坐的时阵，你才有这力嘛？啊，你走我到誓愿嘛？誓愿，你走我到经过这个苦，来到到咱今物咧讲的大智慧嘛？啊，这就是实法界啊！是咱爱有这条青天的灵性，
咱才会当用到这条清净嘛，来化嘛，化咱的心稳定嘛，化咱的心明白嘛，安尼才行会出去嘛。是咱这条圆天的圆相，咱所有整出来是光影影，白色色的，不是白茫茫嘛。这才是咱原始的天性，你烦恼当然欢喜嘛，咱的心放会空嘛，安尼才我都倒当然还原啊，咱的本位啊。是观天有一条灵气，转达咱的清净无形神嘛，有咱正天一点气性，咱再来出家献情，顺着无这条灵源。咱再来讲顺家这么静的心，有这点灵魂本性，咱再来当打通先天咱的本领。好耶！
要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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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